兄弟们，单排十九个淘汰吃鸡，非常的牛逼，好吧？还不会打单排的兄弟们，赶紧关注，赶紧关注，免费教学。上分特别适合那些卡段的、上不去分的兄弟们学习。十九个淘汰也是加了65分，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单排的思路，这也是本赛季的第一把游戏。到了赛季中去了，现在开始打自己的号了。现在自己的号目前是铂金一，然后很多兄弟们都要问我，现在王牌了呀，皇冠了呀，还能不能上战神呀？我想说的是，只要你们能坚持住，总有一天会上去的，好吧？还不会上分的话，可以看一下我的视频，然后你们还有不懂的话，也可以问一下我，然后我也会给你们出上分的教学，好吧？这是一把工厂模式，我们直接跳三周年空投基地就可以了，因为里面有卡的话，我们可以，咱们有复活的话，直接干就完了，好吧，兄弟们？因为多拿点淘汰的话，分数会加的越多。先给兄弟们来点开胃菜啊，一波人品秒变大师。这里有个手雷，我们这边直接一个跳雷，然后他还是那门口卡视野，我们直接丢去那个角落。boom， 直接单打雷，他上来了，我们直接打，然后他被那个箱子吸住了，走不动，然后我们也是成功脱掉他。这里刚准备做闪去高点抽把，然后就听到高架那边传来的枪声，这边换四倍就看到高架点上有个白点点，这边四倍一波单点。也是成功脱掉这个人头，这里直接飞到马路边这个高架过这里，然后单打流，然后也是成功脱掉一个，脱掉之后路过一个蹦蹦车，这边直接给他后轮打掉，他这边也是打滑，直接开去那个轿车，这边打这两枪，他肯定要开那个轿车的，我们直接预瞄点轿车，他这边上车了，打中两枪，然后打到三枪，这边不要紧换弹，我们扫车的话一定要记住一个原理，让车跟着子弹走，不是让子弹跟着车走，懂吗兄弟们？这小子有点不服气啊，后面过来把我们盯了，这边一开闪回来又找到他，他这边舔包也不封烟，兄弟们以后舔包一定要封烟。这里看见一个三蹦子朝我们开来，我们赶紧切断换位，然后一波六倍直接扫车拿下，动作要快，姿势要帅。这里来到桥头堵桥，然后看到有车开过来，这边放长线钓大鱼，等他过来这边我们再打，然后后面还跟了一部车，可能是他的兄弟吧，他会为了他对兄弟报仇，那也是开了过来，也是成功被我们拿下，原来是个小姐姐，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？然后我们把六倍先换成红点，因为近距离扫车，然后他这边是要肯定要过来的，我们直接预瞄驾驶位，刚想过来封烟舔个包的，然后就过来一个车，这兄弟应该是断处了，桥底有个人啊，看我们这波怎么直接拿捏他，好好学好好看。这里在圈边等圈刷啊，然后还是继续在堵桥外的，还有人过桥，这边也是收掉这最后一个人头之后我们就进圈了，这里听到前面在打架，然后我们过来看一手什么情况，然后看到人了赶紧下车，一波红点输出，然后是没有打掉，然后他肯定是趴下伏地了，伏地之后我们直接开车碾过去，他是来不及的，当他发现情况不对的时候已经 BBQ 了呀，单排绝代圈一定不要瞎逛啊，我们直接扎个圈边封烟就可以了，不信你们看这个人的后果有多惨，大平原的直接趴在那里，这位置真的很尴尬，这里准备进圈站点的，然后脸上过了一个蹦蹦车，我们顺手下枪直接把他的后轮打掉了，打掉两个人，我们直接趴下先了更多的后车里，然后他这边也是跳车了，跳车之后他的车跑了，他也是没有掩体，成功拿下第16个人头，这边看到后面有个人在看我们，也是成功拿下第17个人头，场上还剩余两个人，我就出来找了，然后这个人还在独外开车进圈，我们直接一波六倍输出拿下之后，看到对面最后一个人在围栏后面，这边输出两枪，我们就往圈里面卡了，因为这个圈马上就要吃足了呀，直接往圈里面卡他，这边这个树就是一个很好的位置，然后我们直接选择跳车，他这里干拉我们直接一波输出，然后再躲避三四枪，这边想用狗杂秀一波，但看不见，然后还是选择用六倍了。